嘿，大家伙儿，我是秃头老王，今天我们合成一个新玩意儿。什么玩意儿啊，秃头老王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你这做了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怎么还有红石粉，还有开关？这到底是什么？史蒂夫的啤酒？还有怪物的头颅？你难道要合成凋零吗？那也不对呀，合成方法不对呀。你能不能别啰嗦了？我都告诉大家伙儿，这是新生物了，看好了。等等，哎呀！这是什么？看起来有点像螳螂啊。什么螳螂？这是一只猩猩。那你这猩猩也太恐怖了吧，都没有肉啊。嘿，史蒂夫，恶魂，我们怎么弄它？兄弟，别一张嘴就弄它弄它的，注意安全。史蒂夫，小心火球啊。就知道啊，当今我的世界能徒手接火球的也只能有你史蒂夫了。他怎么还活着？什么情况？这是恶魂复仇了吗？我太厉害了。不对呀，那个恶魂是火球发出来的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难道这是火球的恶魂攻击？知道我给鸡鸡喂的是什么吧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鸡鸡下的这个黑蛋。兄弟在那干嘛呢？快点来帮忙。我这就来帮忙了。史蒂夫，不好意思，我帮倒忙了。这个黑蛋可以孵化出巨型的鸡鸡呀。史蒂夫，今天晚上吃鸡呀？吃毛线啊？房子呢？史蒂夫，快看，猪人，好久没见这家伙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手劲儿大了。嘿，他不怕岩浆、哎、兄弟，让我看看，确实好久没见猪人了，但是他不怕岩浆、你怎么把他拿出来了？哎，正好，做一个僵尸猪人的小船，快点，兄弟，我不敢做，你做吧。那我就不等你了，一会儿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史蒂夫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啊？兄弟，我要孵化小鸡、这都可以吗？真的可以的，兄弟，不相信你弄个鸡蛋也试试。先不说这可能不可能，谁在鸡蛋上撒过骨粉啊？下面放一个漏斗，上面放一个箱子，那么放到箱子里面的东西就会通过漏斗落下去。这回我们给箱子里面放上两个生物蛋，一个是猪的，一个是牛的，那么落下去会成为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吧。嘿嘿，这是个什么怪物？猪牛吗？通过漏斗，两个生物蛋被合成了一个新的物种。怎么还想攻击我？